放心吧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抗美剧是吴美队田林同志到了。张部长，啊，这是唯一的。你去把组建军乐队的文件准备一下，我马上要用。是。 稍等一下啊，是。这样，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邮政队伍的宽度不够，所以必须挪动华表与石狮子的位置。我给你看一下，大家以前的共识是要原封不动保护京城的基砖地方。杨先生，旗杆的位置，这是我们新中国坐标的中央。 石狮子、华表，必要的话可以移动一下。为了我们今天这面旗帜，我们有多少同志牺牲？首长好。首长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啊。 田振英，这是哪儿？报告首长，天安门。党中央毛主席决定，10月1日，要在这里举行开国典礼。天安门就是开国大典的舞台。
毛主席将要在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的成立。中央政府决定，把天安门城楼大典的布置工作交给我们晋察冀军区。我现在代表军区党委，要求你们的抗敌剧社舞美队来完成这个任务。让我们来干。对，你的舞美队将要在这里给新中国搭建一个最大的舞台。从现在开始。 这还是金嘴桥吗？队长，这咋这么臭啊？臭！啊，是河水臭。队长，这河里都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大味儿啊？快点，大爷！队长，首长真的没说别的了，首长让咱们自己拿主意，自己拿主意啊？这么大的城楼子。 我觉得吧，我们是靠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突出的主题就是这个红色。我们应该在天安门上多插红旗。
差得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哎，静一静，听我说，从1921年到1949年，毛主席党中央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，带领着我们打下这个红色江山。咱们接下这个任务是9月2号，到10月1号，大家算算是多少天？ 一个是28天，一个是28天，所以这28天，我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，要把它干漂亮。哎，少先生，各个染坊啊，都是日夜加粗工，咱可不能落下啊！得了，您得了，晚饭留给大家伙儿加肉。 哎呦，哎呀，稀客，稀客，同志，来订红布啊！哎，张奎子，你咋知道？这些日子来的没别的，都冲着一红字儿。张奎子啊，你这里有多少货啊？您想要多少货啊？我们能全要吗？这布啊是头道色儿，还得染二遍呢。那能不能快点？我们急用。它这不是染料供不上吗？ 我们派出去的采购啊，在天津普兰德染料厂门前排了3天队，但是现在还没信儿呢。让一让，同志，让一让，哎，停！哎，同志，让一让，好不好？我完了，让一让。 哎呦，我月亮了3天了，是吧？我转世，全从咱们红心上。我们厂都装了，我把自己货快给我回去，好开工。别吵了，让一让路好不好？经理，不行，不行，真不行啊！停车场，停车场，我马上出来。停车场，停车场，停车场！喂，告诉会长，哎呀，没货了，没货了。我这。 我这三班雇人啊，日理夜里倒，就是不吃不喝也干不出活来。啊，您，经理你好，我是北平来的，我们现在有重要的任务，急需一批染料，你能不帮忙卖我一些？经理，您也听见了，是吧？刚才呢，是我们那个行会的老大来找，也没用啊，大家都重要，都着急，还是得排队去。经理，您请坐，您请坐。喂。 喂，有杂音，你说清楚了啊？您是聂荣臻，聂司令员啊？对对对，是有一位解放军同志，啊对，好，好，我懂，您放心，哎，保证，保证。 您等等，解放军同志，您电话。首长好，队长，我是向爷。向爷，侦察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田振英向您报道。队长，我刚才没说错话吧？首长，请放心，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天津市民的大力支持。那。 替我向天津人民问好。是，向天津人民问好。首长让我代他向天津人民问好。感谢首长的关怀。是，请首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解放军同志。 你们是不是正在准备开国大典呢？嗯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自分にもちょうどこれぐらいの息子と娘がいます。
日本人ですか?はい。家は東京の八王子です。解放軍として日本人と戦ったんですか?いわゆる抗日戦争には参加しました。なぜですか?在下日本人、反戦同盟戦士として新華戦争には心から反対でした。 电话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失礼します。这次的错误主要责任在我。这次违纪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当时我太着急了，所以就急中生智。急中生智？你竟然把冒充首长说成是急中生智？ 田真英，你知道吗？在战场上，如果假传命令是要掉脑袋的。你想想，如果聂司令员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他会怎么办？关我禁闭？他不会关你的禁闭，他会关我的禁闭。啊！我。 张部长，当然了，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，有时候灵活的迂回一下也不是没有的。<笑>你还有脸笑？你听着啊，这件事情出了这个门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 拿着，他在就是我在。啊，是。去吧。是。 东西啊，哎，少爷，你跳的有什么能用的？这个做的不错，这拿手就是个球拍，你这手指头能削来？是吗？能要吗？能咬，试试。哎，能削了，用不上，咱们。 你不买，你给我搁下。我这做买卖呢。我说兄弟，哎，你买不买啊？哎，您看看这个，哟，这好着呀，这是俺打天津市的战利品，大官用的。 少小爷。
哎，我挂钩拿来。哦。哎，别着。哎，把铁丝给我。 警里看着情形出书来，可把万安警一扔就没了。你说怪不怪呀？那是幻觉。你们俩谁幻觉了啊？报告，消息想娶媳妇了。小马脸，你说啥呢？队长，别听他瞎来了，没有这事儿，俺没想媳妇儿。你还笑着了吗？你着啥急了？你看咱队长，人家都没着急，你着啥急了？要我说啊，等到全国解放了。 先给咱队长啊找一个白白胖胖的媳妇儿。队长才不要胖的嘞！我说的胖不是你说的那种胖。俺咋了？我说的那种胖，那是解释。解释吧，他都能省能养。你说俺媳妇儿呢，屁股墩儿这么大，歘歘歘三年，这俺省了啥？俺村上过来信，说俺那仨小子，齐刷刷都能下地干活了。哎，队长，嗯，等解放了。 你想找个啥样的吗？起码也得有文化吧。就是，我的老首长，他就找了一位有文化的。放心啊，我将来咱村上给你找一个工作。成。要地革命，他都是有后代，有后代他都得娶媳妇儿。你说你要不要媳妇儿？要，先给队长娶媳妇儿。 我逃离日本的时候，唯一待在线上的就是这张照片。我还在日本的时候，因为反战，被政府通缉就逃到中国参加了八路军。我妻子说，没有冒险的人生就没有浪漫。 可我和他告别的那天，连拥抱他的机会都没有。一直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吗？有人说，战后在海边见到杨子和孩子们。可后来，放心吧。 你早晚都会回国的，你一定能见到他们。谢谢，谢谢。
天安门呢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，眼下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，对于天安门来说是一次新生。不过，二位既然特意前来讨教，坦率地说呢，我们对目前的布置方案有异议。 我相信这些解放军同仁是真诚的希望天安门改头换面，所以大家把许多革命胜利的象征物搬上了天安门。但是从效果上看比较生硬，不仅从美学上跟这座建筑不协调，我更担心的是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失去了严肃性。少爷，你说说看。嗯，确实是有一些问题。从美修角度来讲，哎呀，从啥美修角度？ 我们现在要的是革命角度，红色奖赏。小曼丽，你让少爷把话说完。现在看上去，效果有些乱，老百姓他们也有都有议论的。少爷，那议论都是些没工作的，都是那些线人。啥线人？那是百姓，是人民。还有，那兄弟部队那些同志，他们没意见吗？ 不就是死谒那些人议论吗？队长，咱可不能听风都是雨。天安门是咱警察军区乌梅队的阵地，他们凭啥说啥？他敢他来，咱敢咱来。他指挥咱，我还砍不管他们了。他们活是比咱好，顿顿都吃大白馍，还有肉。真的，老国？没完没了了。方案呢？啥？修改方案啊？你不是要改吗？ 这不正要讨论吗？我还以为你早就想好了呢。你就这么大点本事啊？小马丽，你啥态度啊？你还攥着集体里的人吗？那你坐我算啥？砸砸砸！你还长脾气了？坐下。哎，小鬼，今天多大了？我们小鬼小鬼的，小鬼小鬼是你叫的吗？小鬼，那小鸭青鸟瓦是刚换的，别踩坏了。你那临时的旗子过两天就拆了，我们这瓦还有好多年呢。要我看啊，你这破楼子才叫临时的呢。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，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，到时候啊，你们这些封建废墟啊，全部都给拆光。 我们还要盖上大楼，盖上工厂，吵吵啥？吵吵啥呀？啊！我们这一大早好不容易把这屋顶收拾好，你说拆就拆呀？就是，你说拆，你说拆呀？不拆，不拆怎么将革命进行到底啊？当年孙中山闹革命啊，就是把大清门改成了中华门，最后怎么样？还不是我们劳动人民做牛做马呀？ 可是人家苏联也没有拆颗粒母林宫啊！对呀，人家也没拆那个啥母宫啊！你是中央首长，你说了算是吧？啊，听你的，说了算了，就是。别的老子说了不算，今天插红旗，就是我说了算。你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城楼子，被这红旗戳得像高粱地似的。 那好看还是咋地啊？这红旗像高粱地，你这啥立场啊？你这什么阶级感情啊？你还是革命军人吗？我们打过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，你打过啥？你打过啥？小毛孩子战前还没一箱高呢。受累问一句，长这么大抹过墙没？啊！ 过来看看，你们都过来，过来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枪眼，你们有吗？就你们这四爷会打的？全中国就你们四爷解放的，老子16岁跟着老孙子打仗，这条命也是死里爬出来的。人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还老子的。依我看啊，小鬼，就你们那点本事，咱这天安门。 也整不出啥名堂了。你给我再说一遍。
你给我捡起来，害怕你不行啊！别吵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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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说一遍，把那脸盆捡起来，别打仗，别打仗，你给我捡起来，你捡不捡？啊，你别逼着我对你动手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你不捡是不是？你不捡是不是？打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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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给你练练，站稳了！队长，队长打架了！啥？想把脸上四爷的欺负了？ 醒醒吧，大哥，醒醒呗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看见了。 好多好多的大灯笼，有多大呢？哎呀，反正就是特别大嘛。那除了灯笼，你还看见什么了？反正就是没有现在插的那么多的小红旗。啊？你们真的觉得那边有问题啊？ 反正我也说吧，就是感觉太乱了。你们说呢？谢谢乱，谢谢你们的意见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你们那个旗子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呢？是，我觉得那个旗子总体上感觉啊，这个装饰物啊多了一点，略显繁杂。哎。 你们都回来了，我这给你们做饭呢。哎，今天怎么样啊？报队长，我们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。队长，今天俺们的收获可大了。啥收获？说说看。哎呀，一个新的方案。综合大家的意见，我有话来意见，新的草图。打开看看。这半个灯笼。 有什么说法？哦，这扎灯结彩呢，就象征着，彩龙照祥，民富国强。还有，这城墙左右两边的横标呢，我们打破了中国对联传统的这种方式，变数为横，红底金字，最好呢是用那种立体的凸起的字体。 你这改来改去的，耽误了大事怎么办呢？耽误不了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你想好了有什么用？您不是说过这天安门是我的阵地，我说了算吗？有种！行啊，我就让你田振英立一个军令状，30号以前。 这八个灯笼，你必须给我挂上天安门。是。
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解放军，解放军同志，您这几位，有何见教啊？啊，我们是慕名而来的，我们想请您帮我们扎几个灯笼。扎灯啊！我给你们看个玩意儿啊！哎，这叫小玲珑。麻雀虽小啊，五脏俱全。你们三位啊，给长长眼，估量估量我们家的手艺。张师傅，您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不过呢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小灯笼，是大个的灯笼。对，大个的。全体队员表示我们的决心，团结。哎呀，张老板，您来了。哎呦，田同志，我照您的吩咐，把京城行里的几个大掌柜的都给您请来了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各位。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来，辛苦啊，喝点水吧。哎，谢谢，来来来，谢谢姐，来，坐，哎，您坐，您坐。田同志，我们这四个说到底，不是为了买卖，只是我们这些啊，想为咱们新社会啊，出点力。哎，程老板，您坐，咱们坐一谈。哎，好好。在我们这行里啊，程老板是老大，哎，他挑个头，我们再帮衬着一把。我估摸着能做个八九不离十。哎呦，您看，那这事儿我可就指望大伙儿了啊！田同志，您放心，京城四大彩字号联手扎灯，这在近百年来也算是头一遭，是不是？头一回，头一回。那能给扎得多大？听您的，您说扎多大，我们就扎多大啊！冤仇呢？他在地下看着坐的这灯笼可大吗？他挂上去以后，他真小了。我还要补充几句：自清理工程启动以来，共清理垃圾219280立方米，201638吨。天安门及周边地区的垃圾，到目前为止已全部清理完毕。经过20天的改线，新疆栽了100多根电线杆，接线6000多米，安装路灯170盏，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全部通电。报告各位首长，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5美队正在完成天安门主席台的布置，主体基础建设已全部完毕，巨型标语已经在油漆当中，毛主席画像估计在2-3天内就可以上墙，今天下午已经把8个大红灯笼完全装好了。所有的工作都能完成？能，肯定能。好。
我就担心比利的问题，但就担心这个问题。你咋不早说呢？对，啊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优柔寡断。我以前批评过你多少次，你从来就没有听进去过。你现在说，你现在说就得马后炮啊！小马爷，吵啥吵的吵？现在还是互相埋怨，是时候吗？现在得想办法咱解决这问题了。你说怎么解决，老郭？现在怎么解决？我要是有，哎呀，别吵了。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队长想收场保戏去了，这咋整吧？这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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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
张部长啊，这边。啊，田振英啊，这个灯啊，耶，灯呢？田振英，你的灯呢？啊？我开会之前还看着他们往上挂呢。灯笼呢？双姐，小马丽，人呢？人呢？老郭，张部长，我田振英，你的兵呢？你们站在干什么？都给我出来！怎么回事？灯笼呢？报告队长，灯笼太小了，我们全给拆下来了。现在就放在大殿后面，不信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不看败仗，我要看胜仗。修改方案。立军令状，张部长，您触犯我吧？触犯你？你有几个脑袋？我们肩上担的是什么？是开国大典。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流了多少血，死了多少人，才等到这一天？你知道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就在这一天要宣布成立了。可我们呢，把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搞砸了。刚才的会上你还在拍胸脯呢，啊，真他娘的丢人现眼。你丢了五本队的脸，丢了抗敌军校的脸，你更丢了整个晋察冀军区的脸。我不怕，我不怕丢人，可我怕在九泉之下的烈士们伤心，我怕毛主席说我们这一仗打得不漂亮。同志们，这八个大灯笼是我们的光荣。光荣啊，同志们！我要你们一定把它给我挂上去，不惜任何代价，一定完成任务。是，是。知道吗？这个设计方案，毛主席都看过了。各位，辛苦你们了，我再敬你们。哎呦，小田同志，这
这酒不能这么喝呀！没事，喝嘛。您打我，您骂我，他您不能这样啊！都怪我手艺不精啊！我对不起祖师爷，对不起新政府，也对不起您呐。您别这么说，这件事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，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。哎呦，小太同志，您可不能再这么喝了，您这不是打我老脸的吗？各位掌柜的，实在对不住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我呀，回去就摘牌子去，从今儿个起，这彩子城在京城就没这一号了。程爷，您可别摘，您要摘了，我们这歌里给摘了，我也摘了。那我们都得摘，我们都得摘，不能摘，摘不得。你们要是把牌子摘了，我还指望谁去帮我扎大灯笼啊？田同志，他不能再作大了。咱那个不成，你有什么话你直说呀！我是怕我说这他也不靠谱。你说说看，不怕的不怕的，你说。那我就说了啊，我说几位啊，咱这京城里头要论这扎灯的手艺，你们说谁比咱还好？谁们家那灯笼扎的是最讲究？哎，那不都在宫里头啊，皇家呀！是啊，那宫里那牌摊大了，他不是过节呀，就是大祭，那可都是耍牌上的事儿啊。听老人们说过，就光是伺候灯火彩子人就不下百十多个，那个丁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好把式，跟咱不一样啊，那是世世代代都伺候皇上的，好些个还都是乾隆爷下江南给带回来的呢。一马离了西凉家。好像是这条街。再找找。这位爷，您慢走啊。小二，黄包车。哎。这位爷，您慢走。队长。东侧十条。哎呦，解放军同志，你们也来洗澡啊？哎，里边请。花花世界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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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三位，您这边请，伺候您更衣。三爷，您就在这儿换衣服，好，谢谢。队长，我们怎么办？我还以为逮谁来了。啊，进来我还真紧张。洗洗，洗洗。长官，我
哦，你们叫同志，这解放军叫子弟兵，你们也分八旗吧？大爷，我们啊都是老百姓的子弟兵，咱们这部队呢是按野战军划分的，比如说一野、四野，现在叫军区，我们三个就是晋察冀军区的，等全中国解放了，有可能还整编成八大军区呢。哦，那还是八旗，八旗，八旗，再继续。来来，我说，人家这解放军是天兵天将，这北平城一枪没打，一看天象，哦，北斗河拱，说声收，这北平他就收回来了。不不不，咱们呀是靠跟傅作义和平谈判解决的。哦，是啊，这听说要建国，哎，这国号叫什么呀？国号呀，国号还在讨论中，不过听说各界都倾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人民，人民，那问问您呢，我算不算人民？算，当然算了。您、我还有毛主席。毛主席也是人民？那谁登基呀？大爷，谁也不登基。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皇帝老子的天下了，是老百姓的天下，是您的天下，也是您的天下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各位大爷，我们来呢是想找一个人。我们听说原来宫里的能工巧匠都喜欢在这儿聚。对，你们见没见过一个会扎灯笼的老师傅？会扎灯笼。哎，我说，他说的八成是令爷吧？哦，令爷。请问，您是令师傅吗？令师傅吗？令师傅。令师傅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做几个灯笼，行吗？行吧。啊！令师傅答应我们。谢谢您啊。你们说什么来着？听爹说，往年老练家在宫里扎灯，手艺是一号。不瞒您说呀，自从大清国倒了，我爹爹就再也没扎过灯。他说了，我们老练家四代69口，给宫里边扎了100多年的灯，吃的呢是皇上的俸禄，这手艺啊，自然也得伺候皇上。哎，令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？得有100岁了吧？胡说。爹还不到80呢。哎，你们怎么连自己爹的年龄都搞不清楚啊？您不知道，我们哥俩啊，不是爹亲生的，是爹呢，在卖蝈蝈的时候啊，一前一后捡来的。他不是前手里的全人吗？为啥不扎灯呢？扎灯？扎灯？不是，爹，人解放军同志来看您来了。啊，魏师傅。啊，想请您扎个灯。宣统爷回来了。老人家，现在天下都变了，可不是嘛？变了。
当年我们爷们吃点心时候，哎，都这么吃。后来呀，哎，世道变了，我们吃窝窝头啊，都这么吃，还吃不饱。老人家，现在都快解放了，哎，马上就要成立新中国，以后啊，都是好日子，不再吃混合面了。什么？连窝窝头都不让吃了？好。好，爹，人家说的呀，不是不让吃窝窝头了，说的是吃的比窝窝头更好了。啊，还有比窝窝头好吃的东西啊？老人家，我们给您送点心来了，您看看这个。啊，好好，哎呀，我小时候吃过，哎呀，有年头没吃着了。我给你打开。老人家，啊，哈哈，这么多好吃的啊！嗯，还是我小时候那味儿。老人家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爹平时啊，都把那好吃的献给蝈蝈，给蝈蝈。队长。这蝈蝈能吃吗？哎，吃了，啊，真吃了。您这蝈蝈还真听话啊，吃好吃的，能不听话？林师傅，您这是干啥？拜一拜呀！啊，这是皇上走的道啊，咱老百姓。林师傅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没有皇上了。不能对呀，对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咱们呀是托解放军的福了，不用跪了，走吧。天打五雷轰！哎呀，没事的，爹。我们老林家几辈人给宫里扎灯，谁见过皇宫？谁赶上天安门呢？哎，头一回。慢着您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啊，这就是大殿呐。嗯。啊，嗯，这都多高啊？快20米了吧？啊，快20米了。啊啊啊！哎，当初这皇上就站这当间啊？啊，过去的皇上不站这儿。他站在故宫里边，哦，在后边，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，踏实多了。老人家，我们今年家的灯笼就挂在这儿，叫梁下。啊，这里。啊，您说什么来着？爹，啊，人家说呀，请您做的灯挂在这梁上，那得多大呀？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啊，圆的。老人家，这是天下最大的灯笼了。啊，哦，是最大最大的灯笼。几位同志，我爹说这些东西先还给你，等卖了蝈蝈啊，再把吃的还给您吧。林师傅，您这是咋了？哎，爹爹，老人家，林师傅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太大，做不了。林师傅，这不是玩命哦！你们开锅，
我把灯子做坏了。我这岁数死了算不了什么，可我这俩孩子脑袋也得搬家。林师傅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因为手艺上的闪失，人头落地的事儿，我听的见的多了去了，你们就把我们放过去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爹！自古哪有当兵的给我们手艺人下跪？林师傅，您收我做徒弟吧，我求您了。爹，您先坐着。老总，林师傅，灯笼由我来做，您来指点。如果灯笼做砸了，所有的责任由我这做徒弟的来承担。爹呀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多做我们做徒弟吧，请求您。老人家，请求您，赐下我们吧。全体集合！快！快点！立正！向右站！靠步走！队长，咱们在搞封建迷信啊！林师傅，我们干啥？抬竹子吧。好，动手。是。我来。啊。林师傅，您看我们这竹子是不是不成啊？田队长，对不住啊，这做灯用的料啊，我们用惯的是浙江善溪出的迟燕，三年生，背阴面的，不粗不细，这根儿里生竹荪的呀，算是最好的，经得起批丝定性。做您这么大个儿的灯，它就得使这个。田队长，您还能找点别的竹子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没了，我哪知道有这讲究啊？我们就这个了。田队长，明儿您受伤累，跟米儿仨呀，回趟家吧。咱祖上不是乾隆爷从江南选来的吗？啊，老辈儿人念旧，就按老家的样式干成这样。啊，怪不得的云龙，是江南的风格哈。我爹说，这是百年前的丹竹，人称苦瓷，算是瓷炉中的极品了。您瞧，这每一个竹尖之间的距离都在四尺以上，拉出来的篾丝呢，比那头发丝还细，根织出来的东西啊，就像那绸缎一样，又柔又软的。哎，这竹子呀，说长在秦岭山上，我爹爷爷的爷爷，为了找他们，攒下四川，这可一个一个挑出来的。备下这些料，准备做起十二花神灯。可惜呀，还没上手呢，这老天爷呀，就先请那老人家上坡上扎灯去了。田队长，队长，您瞧瞧这个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跟新的一样。
这回啊，我要扎大灯笼，大灯笼，跟我们老邻居露脸了。小姨妈，姓毛就是的小姨妈。这里一次都整整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忍嘴不笑。师父敬礼。向大灯笼敬礼。恭喜！哎，你看效果怎么样？好极了。请求。哦，您说。你能带孩子们到我们那儿去唱歌吗？你们在哪儿啊？在那儿。滚
咋样？是真的吧？马上要和家里人团聚了，对不起啊，这个同居已经在我先想就玩了三天了，再多留一天吧，明天就是开国庆典了，下一班船要一个月以后的。对象，你能不能送给我一个礼物？你说。天安门已经移交给中央警卫局，指挥部命令你们30分钟内清理完毕现场，所有人员撤离天安门。执行。队长，咋了？那咱也走？队长，谁要走啊？
田队长，田队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田队长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就在刚才，周总领来广场视察，让张部长啊把这个交给你。怎么我们新的背景和他们的国旗是一样的？这是哪个国家？他跟咱学呗，他不胡球弄了。上级交给的任务，请首长检查。好家伙，来真格的了啊！同志们辛苦了，首长辛苦。28天，这个阵地算是拿下来了。田振英啊，你和你的五美队给新中国搭了一个最大的舞台。报告首长，这是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。哟，谦虚上了啊。张部长，您的表。走的还是那么有劲儿啊！这块表跟了我十几年了，留着吧。张部长，拿着。是。田振英，鉴于你们的出色表现，军区决定你作为工作人员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。我参加开国大典？记住了，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站好最后一班岗，负责维护布置好的现场，直到大典结束。是。让一下了啊！啊，好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好的。我来，我来。谢谢。彭志，你哪个部门的？我是布置天安门城楼的，我今天值班，我来帮你。对不起，请你马上出去，这里是代表休息厅。行行。毛主席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毛主席。
老头子，来来来，孙子要给咱俩在这留张照。爷爷奶奶，我给你们照张相啊！叫一个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来，换个姿势。来，换你搂我。咱走吧。爷爷，您看，现在的天安门和你们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还是我们当年布置出来的那个样子啊，只是更新、更气派了。您看，你们忙活半天也没立功，也没受奖，最后您连毛主席的手都没握上。可是，我们的灯笼，在这上边挂了60年。60年啊，啊！